学校的路很久没走，最近也换了新的工作，所有的追求是不是缺少了什么？想象着生活风平浪静，打开了窗户，突然想起你在的世界会不会很靠近水星？看鱼仔在遐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我对你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这几冬我的打拼甲认真，拢是因为你。对你想来想去，想到半暝，希望我会讲，带你回来阮身边。如果我也变成一条鱼，如果你也变成了氧气，未来多美好，不想要一个人承受。嗯，我需要你，需要你，需要你陪伴我，好想要你，想要你，想要你陪着我。在遐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我对你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，这几冬我的打拼甲认真，拢是因为你。想到半暝，希望我会讲，带你回来阮身边。哦，我需要你，需要你，需要你陪伴我，好想要你，想要你。2:11，听到歌曲呢是来自卢广仲的《鱼仔》，我是玛丽。鱼仔。第二个小时呢是生活灭火大会，哇！今天待会我们会在飞碟联盟的 YouTube 频道来开箱，这个开箱真的是太赞了！你最喜欢的、啊，今天什么都是你最喜欢的，你也是我最喜欢的。嗯，讨厌。今天呢，这个我们要开箱一个排行榜。是 Drink 饮料的排行榜，这个我们待会开箱的时候再来好好介绍一下哦，真是太快乐了。
上了一条街，爱上了，爱上了一条街，曲折万年有多远。昨天呢，我在东区的街头走来走去，哇，真的是吓死我了。周末的夜晚，东区，台北的东区街头真无聊啊，超级无聊，而且没有人哦。然后就是因为昨天是星期天吧，逛起来的氛围感也就是怪怪的。然后就我在那边拍限动说啊，东区怎么那么无聊？哇，数以万计的人民要我直接去你家玩，去马克家，去找他，去去去去去去。我们这一周迎来我们家非常多天了。我是觉得哈，在我是有浮现过这个念头，我等我很快把那个火啪啪的拍熄拍熄，不要再一直叨扰人家，会被讨厌的。我们都要学会四个字，叫做适可而止。来我家的话，你也是看到我在各大社群说，明天十一点重磅消息公布啊，努力在做图跟发文啊。我的工作。待会下个段落，欢迎大家一起打开飞碟联盟的 YouTube 频道，看我们的生活面火，看我们的开箱直播，这个真的是赞的，赞的。把档案、讯息、照片都删了吧，那些礼物现在都是义务，都是疙瘩，不要再把问题扫到地毯下。不要先说天才话吧，终点是一个人爱一个才会远大，该怎样就怎样，其实谁都知道吧，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，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，世界比现实大，我不能双手一摊说办不到，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，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，世界比现实大，我不能双手一摊说办不到。
是义务不必求呢。不要再喝，谈判留到桌底下，不是现在，更待何时？终点是不必起火，甚至不必论筹码，该怎样就怎样，其实谁都知道吧。就这样被打发，生命比现实大，我不能双手一摊说办不到，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，我不能就这样被打发，生命比现实大，我不能双手一摊说不回头的方法，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，只为了一口气，我就可以告别自己，告别他，潇洒的同一次跟弄是傻，一万个不回头的方法。心房让你进来，躺上沾满我味道的床，把手给我，我又不敢紧握，你说这叫天秤座，但你喜欢生活多了，你会不会更浪漫、天空的风像是我心情，吹走又吹来，我搞不定，推开门我害怕见到你，你却像先填满我手掌心，我不该浪费你的明天，但你说愿意跟我走远。 Oh why Baby girl， 你让我问自己 why， 我该不该心房让你进来，躺上沾满我味道的床，把手给我，我又不敢紧握，你说这叫天秤座，但你喜欢生活多了，你会不会更浪漫、我想把你建筑家里面，但这个 real life 好多现实面。I got 家人 ，I got 工作，等我打理打理。Try to make him right， 试着通情达理。Can't be the perfect road in every area。I'm on a day with my dream， I can't marry ya。是该不情愿的看清，不配拥有你现在。或许这叫天秤座。但不是我的烂借口，宝贝，我保证过了今天或今年，绝对有我的结果。一直到所有人都爱我，再幻想你也来过，抱歉让你离开。
王 Adam， 你说这叫天秤座，但你喜欢2:56。今天的飞碟有一点要跟你说声再见了，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，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我们的 IG， 可以搜寻欧马克玛丽的象牙塔，追踪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上班可以听，感谢大家，我是玛丽，我是欧马克，还有我们的 Podcast 啊，马克信箱，马克信箱，五星留言，吹捧，对，吹捧起来，吹捧起来。